默默信託20周年致慶嘅開幕典禮其實會，我係大家嘅司儀 Laura 高嘉玉。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幾位嘉賓為我哋主禮，佢哋包括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亦都有為信封著默默信託受託人委員會主席伍步軒博士 BBS JP， 歡迎。為信封著默默信託受託人委員會主席李卓芬教授 SBS JP， 歡迎李教授。亦都有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先生 JP， 歡迎楊生。以及係上海商業銀行常務董事兼行政總裁郭石志先生，歡迎郭生。在這個時候，我們首先有請為信封著默默信託受託人委員會主席伍步軒博士 BBS JP 為我們致歡迎詞，有請伍博士。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楊立門常任秘書長、李卓芬主席、郭石志先生，各位嘉賓，大家好。首先祝大家新年進步，身體健康。非常感謝大家嚟臨參加我哋為易信封著默默信託舉行嘅20周年紀念活動嘅開幕禮。我好榮幸作為第四任受託人委員會主席，可以同埋理事會主席李卓芬教授同埋我哋其他嘅成員見證信託的成立20周年。我非常感謝各界熱心人士20年來對信託的大力支持，我亦都衷心感謝信託的其他成員竭誠為信託服務，讓我們在工作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不過亦鼓舞文物保育人士和團體的熱心和努力，信託就發揮不到我們的作用。這些人士和團體就香港一些就快失傳的歷史文化，好像本土語言、水下文物、個別地區的歷史和習俗等等，他們自發搜集資料和進行研究，目的在於好好地保護和珍惜香港的歷史文化。過程所遇到的困難，他們都能夠一一克服。在這裡我很感謝他們的熱心、堅持和努力。我們希望藉著20周年紀念，在港九新界4個地點舉行巡迴展覽，表彰這些熱心人士和團體的貢獻，亦都希望社會人士更能了解香港的文化歷史，以及與我們一起弘揚文物保育的工作。還有今次活動的眾多的贊助人，他們的熱心支持和慷慨的捐助，令信託20周年紀念活動和展覽得以順利進行。我在這裡更代表信託衷心向他們致謝。最後，我希望各界社會人士都邀請你們的家人和朋友參加我們這個展覽，同時支持信託邁向下一個20周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女士 GBS JP 為我們致辭，有請安排。吳步軒主席、李卓芬主席、各位嘉賓，首先踏入了新的一年咧，我喺呢度祝願大家喺2013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事事順利。今日咧係非常之高興能夠參與為易信封著文物信託20周年嘅紀念活動。為易信封著文物信託基金咧喺1992年10月正式成立嘅，一直致力推動香港嘅文化遺產嘅保護。當然啦，喺今日嘅香港，我哋講文化遺產、講文物保育工作咧，大家都覺得好理所當然。但其實大家如果回心一諗，喺20年前，
到做呢個工作咧，係有少少離開學校噶，亦都係多得有好多熱心嘅人士啊，成立呢個慧信分享嘅信託基金咧，先能夠推行得到噶。在歷屆受託人的委員會和理事會的成員的默默耕耘之下，信託基金在過去20年其實資助了接近150個文化的保育項目，當中包括有物質的文化遺產，也都有非物質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項目總資助額其實已經超過了4000万元，所以成績是驕人的。在信託的支持之下，一些保育香港人民遺產的計劃是得以實現，例如是復修了黃霑大師的珍貴的手稿，也是翻新了聖約翰座堂的頂部，重修了羅家祠和林村的天后廟，為保育香港的物質的文化遺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信託亦都透過資助去支持一些很特別啦，在水下進行的考古工作，以至保存一些開始失傳的本地用的方言的。但信託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其實是密不可分的，亦都是相輔相成。在這裡我實在非常感謝信託成員的努力，以及他們對於文物保護和文化傳承工作的貢獻。事實上，透過慧信分享文物信託基金和各位的委員的大力的支持，和有些是提倡之下，政府近年無論在物質的文化遺產或者非物質的文化的承傳工作，都是做了一些不少的工作的。在文化遺產方面，當然是反映我們人民的特質，亦都是透過保護的歷史建築，是能夠彰顯到香港城市這個風貌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近年呢，特區政府在這兩方面呢都是更加盡力，都投入了更加多的資源的。例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呢，除了繼續支援慧信分享文物信託基金的工作之外呢，我們自己的文化博物館亦都舉辦了不少的公眾教育和推廣的活動。在建築物那方面的保育呢，近年當然亦都有活化歷史建築活動計劃，其中亦都是一項很重要的文物保育的措施，是保存一些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並以一個創新的手法為它注入一個新的使命，一個新的生命，讓廣大的市民和遊客都能夠透過去參觀這些活化歷史建築，更加了解我們香港這個城市的特色和它的歷史。近年呢，就發展局的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亦都是為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提供每項超過100万元的維修和復修的資助。有了這筆資助，司法已經批出了25個申請的項目，亦都可能能夠為慧信分享的文物信託基金保留更加多的實力，可以做其他更加有意義的工作。政府的保育政策和工作是需要有市民的支持的，所以我期望藉著信託基金呢，在這個20周年的紀念，加上主剛才講的巡迴展覽，可以啟發更加多的市民是參與保護香港的文化遺產的工作，也都是繼續支持慧信分享文物信託基金的工作。多謝大家。謝謝李教授。楊立門上任秘書長，謝謝楊生。以及是郭石志先生，謝謝郭生。謝謝幾位。沒錯，在這個時候我們的主禮嘉賓即將會手持一個手掌型的標誌，這個標誌就是由著名的設計師也都今天來到現場的陳若堅先生設計的，代表著我們活動的主題攜手保育文化傳承。而手掌中大家看到有20這個數字，大家應該估到了，代表我們熱烈鼓掌慶祝我們信託成立了20周年。稍後我們將會邀請一組的主禮嘉賓為我們將掌型的標誌貼在我們的背景板上面，先拍一張靚相先。好啦，咁啊，攝影機快門嘅一輪閃閃下先好啦。咁啊，我哋即將有一個啟動儀式，我將會倒數三聲，麻煩幾位主禮嘉賓咧，就將呢個手掌型標誌貼喺我哋嘅背景板上面，好嘛？預備，3、2、1。冇錯啦，好，
會做，因為我哋即將有一個短片咧，就俾大家欣賞一下喎。係保存同埋保護我哋香港嘅文化。今年係適當成立20周年，我哋就建築完咗一連串嘅文物活動。所以我而家就考慮下啲文物，嗰啲文物嗰個嘅要加深，咁進而咧懂得啲文物可貴同埋加以保護。過去20年。為信分獎咧，信託支持咗過百個普通香港文化項目。考慮呢個為信分獎文化信託資助我哋，我30年，我哋繼續做落去。為信分獎嘅文化信託，除咗係從事相關嘅古蹟嘅保育、有關嘅研究同埋保存，多年嚟咧資助咗好多唔同類型嘅古蹟文化歷史嘅一啲唔同嘅研究。咁啊，好彩我哋咧就得到呢個為奕信分獎文物信託嘅資源上嘅支持啦，等我哋咧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喺往後嘅日子，我哋會繼續支持信託，亦希望大家多啲成為嘅工作。To remember the roots, to do something to preserve the heritage of a place like Hong Kong is very important. 咁我喺呢度咧就好期望咧，全港市民能夠多了解香港嘅文化遺產啦，多啲去參觀香港保育咗落嚟嘅歷史建築，亦都多啲認識為信分享文物信託嘅工作。